Attention please. Hello guys, in this video I will show you how China sells the second hand iPhone in brand new sealed pack iPhone. This video is to give awareness and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 came from the China. Let's watch it guys. <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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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呢，首先关机，用胶带纸把屏幕上的灰尘给粘掉。这个贴膜的要求就是不能有一粒灰尘。我们知道苹果出厂正反面都是有膜的。 现就有，要把门拍上去，然后把背面也小心翼翼的贴好。好，那我马上来拿。大家看到贴膜的技术非常娴熟，你一看就是老司机了。然后贴好之后呢，用纸擦一下塑料膜上刚才贴膜留下的指纹，手机这样贴膜工作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从柜台里拿出35元的包装盒，里面配上耳机、数据线、充电器。这里的35元包含了数据线、充电器和耳机，价格是非常的便宜的。然后放上说明书和保修卡。国行的机器呢，还可以贴上中国特有的净网许可证。这个净网许可证。 提供一个串号，1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当然盒子上也需要的，也是同样的价钱，因为这里不是造假了，所以是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你要贴多大的标啊？16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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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反正这是 不用再买的，对对对对，本来当二手卖了，给他一个震撼，<笑>然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封包，拿出准备好的塑料纸，然后用薄膜封口机给封上，我帮你装，好，你还没给我装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切去四个角，这里额外说一下，还有更加专业的仪器，也是很贵的，这里展示的都是很便宜的。我们可以看到，老板娘把这个四个角小心翼翼的给切掉，然后拿出神器，然后这个叫德国大炮，然后可以吹上手机 CPU， 也可以用它吹的，温度可以调的，就是说区间很大。 你不玩吗？你不玩吗？可以了啊。<笑>
干嘛？好的，全部封包已经完成，接下来看看效果展示。完了，太厉害了！我第一次。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